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，表演者郝梦春、王宝康是一对师徒搭档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徒弟王宝康在刚刚结束的第15届北京快板邀请赛中荣获了一等奖。从他们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。好，接下来掌声有请他们师徒二位为大家表演相声《快板漫谈》，掌声有请。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，哎，今天是元旦，是，哎，祝愿大家呢这个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哎，这场呢跟我们王宝康王老师表演，这在我心目当中是我学习的偶像。哟，您捧了。您看刚才主持人就说了啊，快板大赛一等奖，大伙捧。哎，有人说我是论着人师傅啊，我参加大赛人给刷下来了。您这没好好唱。人家一等奖啊，王老师的快板在我心目当中再年轻一番吧。啊，你像这王老师今年02年生人，哎，对，我呢比他大3岁，我等于您等等，嗯，您比我大3岁，我心目当中是这么想啊，想有什么用啊？大13，这个我八九年啊，对，八九年，他02年啊，王老师在这一番来说，我认为快板大王了，不敢当，快板大王就您了，啊，不行。今儿这么着，都是好朋友，又是元旦啊，给大伙展示展示行吗？啊，唱一段。哎，您给我们来了这个您那个获奖的作品啊，展示展示您快板的艺术。哎，行吗？行吧，您给我们来，我们掌声啊，有请。我们来这个啊，获奖的作品。来，快板的艺术啊。啊，行。来，过年啊，今儿元旦啊，对呀，你这。你欢快点，你乐着点啊，你高兴啊，喜庆一下。对，你是看你爷爷奶都来了呀，啊，你欢快呀。嚯，这么多呢。哎，欢快 啊，乐点啊。红日东升映满天，北雁南飞穿过云间。腊梅花傲立寒霜里，革命先辈的事迹谱诗篇。您顺着我的手儿往前看，就在那湖南衡阳县，有一座老旧土屋在山前，屋里传来一阵一阵婴儿啼哭响。这时候门分左右走出来一位青年，怎么样？还真不错啊，这段夏明翰，对，是不是？确实好。我对快板，这是王派，哎嘿，对吗？您懂，嘿，王凤山，嗯，啊，对吧？王凤山的王派，是是是，快板三大流派嘛，啊，王派、李派、高派。哦，这么说，您对快板也有研究？太有研究了，太有研究了。啊，您会打吗？会打吗？你把妈去了，你把嘿，把妈去了干嘛？你把妈，你知道有个李润杰吗？啊，有李，哎呀，李润杰啊，啊，嘿，跟我啊莫逆之交。啊，您跟李润杰莫逆之交，之交好朋友。哎，好吧，知道高凤山吗？高凤山怎么样？把兄弟。哎呦，把兄弟。对了，他去世那年您还没出生呢吧？我们那头见的面，啊，那头见的面，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哪头，你不了解，啊，我太会了啊！您会啊？那李派对吧，啊？跟您那刚才那就不一样。我给你展示展示李派啊，行，您来展示李派，啊，来一来，展示李派 啊，那个拿板啊，是这个啊，哎，是是，哎，李派啊，哎，看咱这，哎，你就比你欢，哎，比你乐呵呢，哎，响了，看了吗？响了，废话，哎。好，哎，李润杰临死那照片就这样了啊，
谁的意思照片？我记得记得，还有高凤山啊，高凤山，高凤山一打板您看，恨这行业到极致，是恨这行业，从打板能看出来啊。您来了，来俩高凤山，高凤山大小眼儿又大眼儿，学这干嘛？恨这行业，啊，对吧？太了解了，快板啊！刚才您王派，王派经典唱段很多，嗯，双锁山、百山图有，李派劫星车、巧劫狱是，高派闯王斩堂弟、五鼠屠人堂，哎，对，咱太懂了，太懂了。快板咱说啊，啊，不说别的啊，我是没唱，我要是唱吧，真的啊，你要是站着啊，我能给你唱坐下。哦，你要坐下啊，我能给你唱站起来哟。你要趴着啊，我能唱打滚喽。您这话说的都太大了。怎么了？还说什么我坐着能把我唱站起来？对对了对了，你办不到。怎么就办不到？办不到。大伙不知道啊，这个演员站着唱简单，对，坐着唱就难了，是他憋气呀，这气用不上来，这就不好唱啊。您说坐着能把我唱站起来？对了对了，行，那咱今天就当着大伙面咱比试比试行吗？在这儿来一回，哎，看谁站起来谁算输。呵，嗯，跟我叫板吗？这不是叫板。行，来 啊, 啊来，咱搭桌子啊，搭桌子啊，来把桌子往后搭搭，走，嗯，好，哎，好，就这儿啊。好哟，干嘛呢？掉线儿，掉线儿。哎，好，咱得拿凳子啊，搬凳子。哎，咱坐这儿行好不好？我去啊，我拿吧。没事啊，我拿吧。哎，太可气了啊！跟我学完了，我叫板。行，有几位您就看着啊，咱今儿绝对给他唱站起来。好，来这个，啊，你握这个，啊，我，啊，来这个啊。行，有一位算一位，您算今儿来着了。嗯。啊，爷俩今儿在这叫板，还得拿板。大板，好，啊，来，来啊。那。这就坐着，坐着啊，坐坐着就不能站起来了。好好好好，哎，这个几位您算来着了啊。王老师刚才说了一等奖，别提这个啊，往这一站一表人才呀， 啊身高一米五二，谁一米五二？你一米五二？谁一米五？你一米五二？我一米七五。一米五二？一米七五。你站来，大伙看看，一米七五吗？站起来了吧？啊，谁？我就说光站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你也站起来。这框站起来不算，你得把人唱站起来。哦，站起来就算是输了啊。对呀，那唱站起来，唱站起来，唱站起来。好，来了，唱，你说唱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来来啊，哎，哎，我的孙伙计，哎，谁姓孙？你姓孙？谁姓孙？你姓孙？我姓王。姓孙？姓王？绝对姓孙。姓王吗？姓孙。王。你不那天说你姓孙吗？哪天我也没说姓孙呢，姓王了啊，姓王。好好，从这儿来啊，来，好唱，差点我站起来没看出来啊，来这样，哎，哎，我的王伙计，哎，我的好伙计，他不姓孙啊，哎，别提这个。哎，我这王伙计，我的好伙计，你坐着听啊，咱们俩这指不定的谁行谁不行，要想让观众听得清啊，怎么样？你站起来挪着行不行？行啊，哎，挪挪，不行，怎么了？又来这套对吗？啊，又想把我框站起来，这不让大伙听清了吗？不行，要挪咱俩一起挪，一起挪，一起一起一起挪不行？一二走，他挪，来啊，啊，来来来，正式开始啊，啊，唱来啊。这数九寒天冷风骚，这个年来春打六九头，正月十五是个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滚绣球，三月三这个王母娘娘蟠桃会，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就把这个仙桃偷，五月初五端阳日，白蛇许仙不到头，七月七传说本是个天河配，牛郎织女泪双流，八月十五云遮夜，月宫里的嫦娥犯忧愁，要说愁净说愁，您听我唱是一段绕回另外十八愁，虎也愁，狼也愁，象也愁，鹿也愁，这个骡子也愁，马也愁，
羊也愁，牛也愁，狗也愁，猪也愁，鸭子也愁，鹅也愁，蛤蟆也愁，螃蟹愁，蛤蜊也愁，乌龟愁，鱼愁，虾愁，各有分忧。五愁不敢把这高山下，狼愁的野心不敢耍滑头，乡愁这个脸憨皮又厚，那鹿也愁，脑袋七叉八叉的长犄角，马愁背上了鞍鞯行千里，骡子愁的一世休，羊愁从小把那胡子长，看着牛愁愁的犯牛肘，狗愁该不了他净吃屎，猪愁里不给他臭水沟，鸭子愁给了他的嘴，鹅愁他脑袋盖上愁出了一个背的头，河马愁啊他长了一身囊包疥，螃蟹愁的净横搂，蛤蜊愁闭关自守，那乌龟愁的不出头，鱼愁离水不能个走，虾米愁空腔乱炸没有准头。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，我唱的是前面楼的九丈九，四门三桥五牌楼，出了扁门往东走的离城四十到通州，通州道有66条胡同口，在里边住66岁的刘老六，66岁的刘老刘，66岁的刘老头，这老哥仨带着来66间好高楼，楼里头有66篓桂花油，楼上的忙着66匹罗短绸，我的绸上面绣66个狮子滚绣球，楼外头又带起来66根板木轴，轴上拴66头大蟒牛，在牛上面驮着66个大马猴。66岁的刘老六，刘老六，刘老头，这个老哥仨到桌子门口啃骨头，打南边来了一条狗，说这条狗啊好眼熟，好像我那大的蚂蚱，大的梅子，大的眼睛，大的鼻子，大的耳朵，大大口，大的蚂蚱，大挠头，狮子狗。那北边又来一条狗，这条狗更眼熟，好像我那二的蚂蚱，二的眉毛，二的眼睛，二的鼻子，二的耳朵，二大口，二好挠头，狮子狗。这两条狗真骨头，没抢骨子打成仇啊，从南头到北头吓跑了66只大马猴，吓惊了66头大青牛，拽折了66根盘不轴，塌了那66间好高楼啊，碰砸了66楼桂花油，有了那66匹的断头，脏了那66个狮子滚绣球。南边来了个起不休，手里头拿着个土劈头，我的咬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，我的土劈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，碰了气不休，我的土劈头。北边来了个秃妞妞，手里头拿着个油篓口，去套狗的头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，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啊，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，狗啃油篓油篓漏，狗啃的油篓篓不漏油。哎真行。高山上一老僧，身穿那个几千层，您若问老僧年高迈，曾记得黄河九丈青，500年才清一丈，一共是4500宗，老僧道友八个徒弟，这八个徒弟都有法名，大徒的名叫青头愣，二徒的名叫冷头青，三徒的名叫僧三点，四徒的名叫点三僧，五徒的名叫蹦呼了吧，六徒的名叫把呼了蹦啊，七徒的名叫随风化，八徒的名叫化随风。老师傅教给他们八宗艺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，青头愣会打磬，冷头青会撞钟，僧三点会吹管，点三僧会哄声，蹦呼了吧会打鼓的，把呼了蹦的会念经，风随化会扫地的，化随风的会点灯。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，要想换成他万不能，这冷头青他打不了那青头愣的磬，青头愣撞不了那冷头青的钟，点三僧吹不了那僧三点的管，僧三点捧不了那点三僧的筝，把胡了蹦打不了蹦胡了吧的鼓，蹦胡了吧也念不了那把胡了蹦的经，随风化扫不了那化随风的地呀，化随风点不着随风化的灯。老师傅一见有了气，要打这个徒弟怎么发明，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，门外头来了5位云游僧，共凑僧人13位，一到后院去数玲珑，后院里倒有个玲珑塔，玲珑宝塔13层，你们一去数3层，回来数双层，谁要是数过了玲珑塔，谁就算一个大师兄，谁要是数不过来玲珑塔，夜晚打鬼到天明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1层，一张高桌4条腿，
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副脑脖一口磬，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四两，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街外藤树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副脑脖三口磬，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，三个金铃十二两，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条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副脑脖五口磬啊，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，五个金铃二十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到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副脑脖七口磬，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，七个金铃二十八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第九层啊，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，和尚九本经，九副脑脖九口磬，七个木了鱼子九盏灯，九个金铃三十六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到了十一层，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，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一个脑脖十一口磬，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，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，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到了尖儿十三层啊，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，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，十三个脑脖十三口磬啊，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，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往回数十二层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，十二和尚十二本经，十二副脑脖十二口磬，十二个木的鱼子十二盏灯，十二个金铃四十八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第十层，十张高桌四十条腿，十个和尚十本经，十副脑脖十口磬，十个木的鱼子十盏灯，十个金铃四十两，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到八层，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，八个和尚八本经，八副脑脖八口磬，八个木的鱼子八盏灯，八个金铃三十二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第六层啊，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，六个和尚六本经啊，六个脑脖六口磬，六个木的鱼子六盏灯，六个金铃二十四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到四层，四张高桌十六条腿，四个和尚四本经，四个脑脖四口磬，四个木的鱼子四盏灯，四个金铃十六两的风儿一刮响哗楞，玲珑塔第二层的这个脑脖多齿，两和尚六本经，两个脑脖六口磬，六木的鱼子六盏灯，两个金铃整八盏，风儿一刮响哗楞。老僧数罢了玲珑塔，抬头看满天星，地上看有个坑，坑里看冻的冰，冰上看栽着松，松上看闹着鹰，往屋里看一老僧，灯前看一本经，经前看点着灯，墙上看钉着钉，钉上看挂着弓，看着看着迷了眼，西北天天的起大风啊，说大风好大风，十个人见了九人惊，刮散了满天星，刮平了地上坑啊，刮化了坑里冰，刮倒了地上灯，刮飞了松上鹰啊，刮倒了一老僧，刮翻了灯前灯，刮灭了灯前灯，刮掉了灯上灯，刮梦里灯上灯，刮真真的不刮得，现在和平平化东搞灯，没灯搞灯翻灯也灯搞灯崩，一道绕口令，站起来了，念。